然后是一些小东西，第一，雷射、紫外线跟红外线。第一个就是雷射，记得它的三样特性：光色单纯，它只有一种颜色的光，所以经过三棱镜不会色散，因为它就只有一种光、一种折射，所以不会散开。它能量集中，因为能量很集中，所以可以来切割东西，所以你买的雷射笔都告诉你不要直视，因为它怕伤害到你的视网膜。啊，再来就是扩散性小，你们拿雷射笔射好远还是一小点，所以就没有扩散性。你拿雷射笔的时候中间都没有看到一条光线，就只有打到什么样什么样一点，因为它没有向外面扩散出去，没有光到你的眼睛就看不见，所以你就没有看到东西，看到就点在墙壁上。要怎么样看到那条光线呢？徐喷以烟，让它有反射，你才看到那边有条光线。OK， 所以记得雷射光的三个特性：光色单纯、能量集中、扩散性小。然后呢，再有紫外线。紫外线的太阳光有很多种不同频率的光，最接近紫色光的称为所谓的紫外线。紫外线它的能量比较高，然后呢它可以切断 DNA， 所以可以它来杀菌，它可以来杀菌消毒，然后它照你的皮肤可以让你产生维生素 D， 帮助你的钙质吸收。所以我们说小狗吃了钙片之后要带出去遛狗，让它晒太阳产生维生素 D 帮它吸收，人也一样，只不过现在你买的钙片通常都是说我已经添加了维生素 D 帮助你吸收，所以用途可以杀菌，可以产生维生素 D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有报所谓的紫外线指数，然后这里会跟我在八年级教你们的时候不太一样，因为已经改过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教新的。以前是分15级，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这是以前的。以前，那这是你像民国96年考这一题的时候，就是写这个啊。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但是民国100年在考的时候就变成现在这种，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对照以前的7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现在叫做8以上过量，10以上危险，然后没有上限，没有，可以一路到20、30都没关系，紫外线有多强就有多大的数字，这是现在的分法，现在的分法 OK， 跟你提一下啊，就想这样，就是现在的标准，现在标准啊，八以上叫过量，十以上叫做危险，这样叫危险，叫做紫外线指数啊。紫外线就会跟所谓的臭氧有关系，因为臭氧会吸收紫外线，在天上的臭氧帮我吸收紫外线，保护了地表的生物，所以是一个好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，你看一下南极上空，每年十月臭氧稀薄，我地科会再教一遍，现在就先记住，南极十月臭氧稀薄，称为臭氧洞。有臭氧洞，紫外线就长驱直入，会伤害到地表的生物，就不好了。那因为这个东西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氟氯碳化合物，课本上现在写氟氯碳化合物，都同样的意思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然后呢，那怎么做的，我都没有教。就是刚讲说，因为它的关系，使我们的臭氧的含量变稀薄。然后后面可以看一下，以后我就要记住的是，我们签了一个蒙特楼议定书来限制氟氯换化合物的排放，目的就是要解决臭氧洞的问题，对吧？看一下，知道一下，我们地科都会再教一遍。然后最接近紫色的叫做紫外线，那最接近红色的叫做红外线。红外线跟热有关，红外线跟热有关，跟热有关，那你就是
热射线，然后我们再讲温室气体，温室效应时候再提到它，它跟热有关。红外线有一些用途，它可以餐厅可以发红外线来保持温度，因为它跟热有关嘛。然后呢，可以用黑暗中观察，因为你身只要有温度的都会发出红外线，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你有东西在上面。OK， 然后热追踪啊，飞弹，像以前的所谓的响尾蛇飞弹热追踪，它追那个飞机排出来的废气废热，然后呢就可以追到，这抓到飞机。然后遥控，好，家里的遥控器基本上都是发射的就是红外线，红外线。然后我第一个我跟你讲过了，所以你不见得要对准电视机。打到墙壁上一样可以遥控，因为光可以反射，光可以反射。第二，我跟你讲过了，你上面都有个红灯，按下去灯会亮，那个不是红外线，红外线是不可见光，那个红灯只是要告诉你我活着，我还是好的而已。OK， 这就是红外线的用途，就简单跟各位介绍了一下，雷射、紫外线跟红外线 ，OK 吗 ？OK。